民谣之父胡德夫先生，当时他坚持用原住民语借由民歌的形式让大家听见原住民的声音，而如今他的坚持也变成了台湾最有力量的声音。今天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，胡德夫先生特别为大家演出，同时我们也要透过向来酷酷少言的周杰伦，看来轻松自在，不过也不时张望前台情况如何，关心金曲奖的最新进展。台上卖力的弹琴，侯佩岑也看得格外投入。